最美小龙女李若彤中空装辣秀马甲线，年过五十身材好像二十岁少女。金庸名著《神雕侠侣》翻拍过无数次，当中多位女星饰演的小龙女各有特色，而李若彤所演的版本可算是数一数二的经典，完全演绎出那种脱俗出尘、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，至今依然令人怀念。李若彤多年来仍保留空灵气质，保养得宜的她是著名冻龄女神。日前她分享自己的健身成果，好身材让网友都超震撼。李若彤发文写下与大家分享健身成果，你们总说我太瘦了，其实我是节食。照片中她穿着运动背心和短裤，中空设计让她的蚂蚁腰和马甲线清晰可见，小腹平坦，大腿零赘肉，身材好到根本看不出年过半百，让网友惊呼看到姑姑，我真的服了，这身材绝了，这二十岁的妹子也比不上了。